孩子在车上，追！哎，他怎么突然就生了呢？不是没到日子吗？ 孩子需要做些检查，您先休息吧。 这瓶在家吗？好好躺着吧。这是什么？不要命了！别下车！快！
在车上，追！开快点！杀了他们！是少爷。给你，这可是我们周家的骨肉。给我，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，你我之间还有情分吗？周恒，别再叫我的名字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自找的。别动，不要，站住。徐友仪，没声再见吧。